用影像记录品牌成长，让创新引领品牌未来。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邓丽娟。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的消费观念开始从原先的仅仅是物质满足，进入了精神层面的追求了。最显著的变化呢，是人们越来越多的喜欢在服装、家居、室内装饰上印有自己喜欢的颜色、 图案和设计风格，并且呢，对材料的环保啊、健康特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一家专业生产数码纺织印花机器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三月的深圳，温暖而舒适。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圳全印图文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梅连军 正率领同事们在展厅里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欢迎仪式。每当公司研发了一款新的印花方案，大家就会像迎接新生命一样，满怀敬畏地把第一批印花样品迎进公司的展厅。对于一个拥有10多项发明专利、100多项实用新型专利的全印来说，这样的高光时刻经常发生。 每当客户来访，梅连军总会在展厅里向他们介绍这些印花制品，而客户对印刷品所体现出的高精度色彩和上佳的品质叹为观止的同时，也会对公司独特的创新优势赞不绝口。深圳全印公司是专注于工业数码喷印的这个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主要应用于纺织、建材、广告、 家居家饰等领域，传统的印花，我们知道都是需要制作网板，生产工艺周期比较长，那个订单需求量比较大，在现代的这个快时尚的消费，多变的消费的前提下，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的需求，所以说供应端要求更快捷，更智能，的生产工艺和生产方式。